将19毫米卷发棒装于造型器上，准备预热配件。造型前先用梳将头发梳顺，然后喷上修护喷雾。为方便处理，可以先将两边头发分为上下两个部分，用发夹固定。选取适量的发束，将卷发夹夹住发尾位置，然后向内卷至发根位置。维持10至15秒，重复以上步骤，卷曲其余的头发。松开上半部分的发夹，重复卷曲其余的头发。用卷发棒将刘海部分向外卷，造成波浪效果。完成卷发后，轻轻找松发束，最后用造型泡沫定型。想了解更多有关沙宣的资料，请即登上 www.twosoftsassoon.com。